大家来关心今年入冬以来的最强寒流开始南下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清晨的最低温出现在苗栗的三湾只有5度而已，桃园杨梅呢也出现了5度左右的低温，彰化分园只有 6.1 度，嘉义啊宜兰空旷地区在今天清晨低温也下探到了7度，等于是说呢在今天各地区的低温几乎都是来到了10度以上，所以呢气象署在今天一早的时间就在发布了低温特报了，我们来看看哪些地方要特别注意。以今天来看呢，包含像是在北台湾、基隆到金门，还有宜兰、金门、马祖这些地方，要留意容易会有6度以下低温的出现。那至于在中南部来说的话，包含南投、云林到高雄，还有花莲跟澎湖，今天也是容易出现了10度以下低温。所以呢，再度提醒大家外出时间还是要注意保暖。那至于在今天的水汽方面来说的话，也是非常的充沛。今天来说呢，包含像是在中部以北，还有在整体的东半部，宜兰呢，还有在花莲，今天来说都容易出现一些局部阵雨到局部飘雨的发生几率。而且呢，像这样的降雨，差不多也会持续到今天晚上的入夜的时间。那主要呢，都还是在北台湾，还有在东半部这些水汽呢，都会比较明显，所以呢，体感上面又会更低。我们来看一下，现在呢，气象署也在发布了豪雨特报当中，包含台北跟新北市还有宜兰，现在呢是在发布了大雨特报。那至于在北海岸还有在台北山区，现在呢则是在发布了豪雨特报当中。我们来看到这股寒流会影响我们到什么时候呢？来看一下这一周上面的天气最新变化。那其实从今天开始一路到礼拜四的清晨会是最冷的时候，那这段时间呢，尤其在空旷地区低温有机会下探到5度6度。那刚刚有看到呢，像是在今天清晨低温几乎呢也都是来到了10度以下，再加上中部以北东半部水汽比较多，所以呢都会是偏比较湿冷的天气。寒流要减弱的话呢，是要等到礼拜四的白天了，寒流逐渐减弱之后呢，温度才会开始回升。但是到了礼拜天，又有东北风会开始南下，所以呢这段时间包含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又会再开始降温转雨。我们就来看看这几天的温度最新变化。那如果从今天开始一路到周四的清晨，都还是持续受到寒流的影响性，像是在北台湾低温下探5度7度而已，再加上水汽比较多，所以呢都是湿冷的天气。那至于呢到了礼拜四的白天，寒流减弱之后温度才会开始回升。那至于在中南部也是一样，到了周四清晨之前呢，中南部的低温也是来到5度8度而已，那再加上中部水汽比较多，所以呢中台湾几乎呢也都是比较湿冷的天气，要回温的话呢也是要等到礼拜五礼拜四的早上才会比较有机会，所以呢再度提醒大家保暖工作都还是要记得做好。